是一座英雄城，作为军事要塞，大鹏所称战事频仍，历代多有祭祀，以其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自清代起，刘启隆将军和赖恩爵将军开始率领部众定期拜祭天后，参加打醮活动，为的就是隆重祭奠烈士英灵，弘扬民族正气，激发大鹏子民对于家乡、对于民族的自豪感。今天，大鹏追念先烈仪式，依然鲜活地传递着大鹏所承“薪火相传，光耀春秋”的爱国主义精神。大鹏追念先烈仪式，敬的是山，敬的是海，敬的是天高地阔。敬的是忠义，敬的是肝胆，敬的是天下和美，四海同心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啊